East River 邦安和 Sungai Besi 之间的这一个项目，1000多 square feet 只需要500千，哪里找嘞？就是这个项目了。而且还去 Pavilion 2只需要4个 km 的 miles， 3.4 km 就可以去到了。而且还有 Greenery View， 走路还可以去到这一个 shopping mall。而且 MRT station 就在这里而已，全部都是走路可以到。走，我带你去看它的 showroom， 还有它的这一个 skill model。你看到前面这个是 KL Seremban Highway， 当你经过这个 highway， 你看到这个 Petron 还有 McDonald 的话，我们的 site 就在后面罢了。啊，我们有两个 tower， 你看到比较高的这个呢是 duplex 的单位，另外一个的话是3房跟3+1房的。然后我们有一个 link bridge 过去 One South 啊，所以我们过来这边看啊， One South 就在这里而已。然后如果 Link Beach 的话，无论是下雨啊、大太阳啊，所以你都不会淋雨，还有晒太阳啦。MRT station 也是在这个 One South 附近吧，所以你去 MRT station 是非常的靠近的。然后如果你讲 viewing 的话，还有什么 viewing 呢？前面这里就是 Bukit Jalil 的 view，